家好，我是吴云嘎。今天呢，我们嘎查的妇联的几位成员，还有几位妇女志愿者，要一起去看望我们嘎查的老人家，因为大部分老人家都居住在县城里，所以我们要去县城。我们要买牛奶。再买砖茶，今天风有点大，我们其他的成员也在路上。对，明天直接再去。嗯，下一家。再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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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再弄。再弄。我再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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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再去今天的最后一家了。嗯，最后一家呢是在这个山区，在县城里面的时候人比较多，因为加上志愿者，加上我们的成员，最后一家是在乡下的。我们来乡下的时候就我们几个人，我带上的这个逛完了，看完了，我们完事之后我已经回到家了。虽然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呢，就赠的这些礼品呀、红包不怎么多，但是是想要给他们表达这种心意，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嘎查的人民都是非常的关照这些老人家的。然后我们也拍了几张照片，就是为了留念一下，不是走走行程的这么个意思，所以我们都穿上了自己的蒙古袍。我希望下次呢会有更多人参与到这种活动当中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